我考驾照两年了，还没有开过车。今天来看一下我能不能把车开回去。下着雨，说要请我吃火锅，伞也不拿。外面下着雨，突然说要请我吃火锅。你看，我跟他拿着伞，他不要，要耍酷。下雨天就喜欢穿拖鞋出门。说的好听，说是请我吃火锅，结果跟他的一帮朋友，然后他现在下车去买酒去了。我还以为他单独请我吃火锅嘞，白高兴一场。一群人，男的，就我一个女的。鱼还先切是吧？啊，有没钱过来？还有哪些没到？今天来的是一个网红火锅，在一个山庄里面。大中午吃火锅的有没有？他们还在那里喝酒。看这个情形，可能就是等一下是我开车回去了。我考驾照两年了，还没有开过车。今天来看一下我能不能把车开回去。前方2.5公里内有多个违法拍照，请按交规行驶，注意经过上陡坡路段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安全到家还是要多练。我开车开得特别慢，他一直在旁边吵我说该转弯了，该踩刹车了。哎呦，后面那个车也一直按喇叭，心慌得不得了，还是要多练习一下，不是很熟练吧，就感觉开车还是特别紧张。